小朋友用精彩太鼓表演，向来自社会各企业以及慈善团体爱心表示感谢之意。活动中，关怀社会处首先颁发感谢状，和这处关注救济无助的企业、慈善团体、甲善心人士。南投县政府结合这些爱心团体甲个人，提供大批日常生活物资，选择伫水里乡公所发放，予水里地区四乡镇的弱势家庭，总共有100个贫困家庭受惠。这一次发放的物资一共有募集了100份，那发放的地区就包括水里、鱼池、积极跟信义的弱势家庭。特别感谢善心人士跟团体大力的相挺。那这次的关怀的活动汇集了大家满满的爱心，以实际的行动来关怀弱势的家庭，让他们在春节期间能够减少日常用品的一个支出，把钱用在比较需要的地方。来，放手尾，来，这里你也。民众守规矩的排队领取救济物资，在水里乡公所一楼大厅，放满了各种的生活物资，其中有食品、有卫生纸、洗衫精，以及各种日常生活拢用得到的物品。前来领取救济物资的民众，对政府以及社会爱心甲帮助是表示非常感谢。感觉真帮，对我的家庭真帮助，真满意啦！啊，感谢社会这个调节慈善会吼，甲我办，予我感觉真好安尼啦，帮助我的生活啦，啊，感恩啦，感恩啦！啊，大家服务员拢足亲切的啦。热心参与这摆发放救济物资的慈善团体表示，有这个机会做功德，因是非常愿意参加，希望透过社会共同发挥的爱心，合作社家庭会当甲大家共款过一个好年。咱这边是摕一寡这个日用品吼，就是咱牙膏、牙刷、毛巾、肥皂吼，还佫提供一领御寒的背心安尼吼。主要就是要透过这次的活动吼，予咱这南投这一寡乡亲吼，有法度通摕到一寡物资，啊，通过一个好的年安尼。除了发放大批日常生活物资和弱势家庭以外，活动现场也特别邀请善心团体提供义诊服务，为这民众免费加头毛。另外，要抒发艺术名家在现场为民众写春联，和因照厝街头换面，纾解身心的压力，用上轻松欢乐的心情迎接过年的来到。记者王嘉诚采访报道。